刚刚周古龙找到我啊，非要我给他拍个视频。我的意思就是我想拍就拍，我不想拍就不拍。他的意思好像是不拍就不得行。好久给你说好了的。他说我干起来我就拍嘛。我好久说我没干，只要我干起来就有。他讲我好久讲了嘞，去年都说好了的了。要拍视频不是说你想拍我就拍，是我想拍我才拍。哎，他说我干起来就有，就必须拍嘛，这个视频必须拍，必须拍，可以玩了。必须拍的话价格应该要下去一点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没往上涨都是好的了。问题是现在我不想拍呀。那不行啦，这种啊打不炫我死你方便打就不拍。你缺钱了就来找我拍一个60，你缺钱了又来找我拍一个60。我这两天补生活啊，要补好一点啦。你不是说补品啦、啊、就是天天补品之前还给你买的少吧，要吃好的，吃撇了不得行。那个水果补品怎么补嘛？你看这个没有，现在我在弄几吃没有那一种啊，天天弄好的，这样没有那一种啊。你想点节目来表演一下？哦，没有什么节目表演了、啊、没有什么节目。那这个视频拍起发出去都没人看了，没有节目表演。这样吧，捞两批砖。拿两批砖，神在我手上，我用砖砸下去，把两批砖砸下去，我手有事你不负责。哦，有事我不负责啊。就是表演空手劈砖是吧？不是，还劈两批。砸在我手上，我把它劈下去。那个不刺激，来一个。肯定刺激啊！胸口碎大石有没有知道是怎么玩的吗？啊，胸口碎大石。大石玩过的呀、啊，那个是把手。举起好，然后炸在肚皮上，对，用锤来敲，对，那个我早就演过的了，以前演过的呀，点都不恼火，我点都不恼火，不起就是。那就给我们表演一个胸口碎大石好吧。这也没得大石头的呀，没得大石头，就用就不用大石嘛，就直接用锤子锤可以吗？啊，我俩表演像王继健斗鸡。王继健斗鸡啊，不要讲脏话。斗鸡啊，这样啊，你两个表演哪个啊？表演一个倒立啊，倒立简简单单的。倒立怎么立嘛？就是倒过去啊。那天你脑壳受了伤，你都可以表演，现在还表演不来了吗？表演一个倒立。啊，好好好。哦，表演一个倒立啊。耶耶耶耶耶！还要往下面。还要我下面下吗？哇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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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啊，还是可以，找点钱还是挺生活的嘛。聊会儿天就来钱了啊，白聊下就来钱了啊。